来自最后的警钟信息。关于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。行星转变，新时代儿童的灵魂。Gesura， 一个新的时间线被引入。通灵，维塔尔·弗罗西。翻译，支那。第三维度会继续存在吗？政府权力被打破。作者的前言。不幸的是，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，他们负责治理国家或国家的政府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为人民服务。现实是，根据宪法，权力最终属于人民，因为他们有宪法权力来决定什么应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。如果不遵守，政府可以被人民遣送回国。因此，在不符合国家和或人民利益的情况下，人民收回他们的信任，推翻政府，并控制自己。正如现在开始的各种人口群体和其他抗议活动，人民有权利反抗，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这样做，为了我们自己，也为了我们的孩子。关于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的破坏，通过权力攫取，由深州控制的大型制药公司，这是一个私营公司，意识和合一突破了深层国家及其仆从的力量。事实上，打击甲科维德大流行 COVID pandemic 疾病疫情的命令和措施正在侵蚀人们的社会意识，需要有一些了解，以确定全球精英的社会工程方案，以免成为这方面的受害者。全球精英希望减少 90% 的人口，他们想要完全控制和监视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他们想要的是社会主义，拥有自己口袋里的权力和财富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共产主义。意识和合一是这些计划的直接障碍。现在，他们想把你们身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拿走，然后把剩下的人关在劳改营里。他们以保护地球和改善气候的名义这样做，这些论点纯粹是谎言。如果每个人都被隔离，并驾驶电动汽车在有限的范围内，他们可以更好地控制。请放心，所有的气候和其他新规定的目的是锁定我们其余的限制指定区域，如联邦应急管理署营地等等。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令人无法容忍，绝对不能接受。为此，我们正在从我们的外星兄弟姐妹们那里得到坚实的帮助。为此，你要发自内心的感激。面纱将我们的灵魂囚禁在这个星球上，通过转世的过程，它将被解除，以解放人类，并进化为造物主始终为我们打算的样子。我们回来的外星维塔尔·弗罗西告诉地球上的人类关于我们解放处理程序的进展和奇迹。第三维度还会继续存在吗？亲爱的人们，在世界进化计划中，地球正在留下第三维度的频率，一种自其最早的历史以来一直伴随着它的震动。我们正在进入更高的频带，其最低频率相当于第五维度的频率。一切都已经预见到了，因为在神圣的时代，我们所知道的线性时间并不存在。事实上，存在的是与某些频率范围相对应的能量振动，这些频率范围被称为维度。第三维度被认为是一种错觉，因为居住在其中的无意识生活在一个多方面实相之中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些世界中一切可能的极性之间。此外，还有遗忘面纱的加重因素，因为没有遗忘面纱，就不可能体验到二元性。
在三维频率中，物质是占主导地位的，一切都变得更粗糙、更沉重，一切都以碳为基础，因为这使一切变得无常。碳分解和更新自己，就像它从自己重生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三摩地 Samsara 吃轮，它只不过是一个轮回之环。宇宙中有无数的第三维度世界，地球只是其中之一。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，一切都遵循由造物主决定的进化。为什么我们的星球会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仍然既没有知识，也没有能力在目前的意识水平上理解人类的真实历史。但是随着这种意识的扩展，越来越多的资讯变得可用。如果没有人能够理解资讯，资讯就没有用处。如今，一切都在迅速扩张，面纱一个接一个被揭开，不久之后，人类的意识将不再相同。我们正处于行星转变的最后几十年，据估计这一转变将持续三个世纪。它开始于1750年左右，到目前为止，大多数化身在这个过渡阶段平均有三个转世。因此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时期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。但是上个世纪，也就是行星过渡期的三个化身中的最后一个，确实产生了影响。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讨论以前的文字中已经提到的事实，例如，在1950年至1970年期间转世的数百万刚毅的灵魂，有机会获得最后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，从而继承新地球。我们在这里谈论的，不是那些被归类为靛蓝儿童的灵魂，也不是继靛蓝之后的水晶之子，也不是从2012年到现在即将到来的星之子。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三维空间的溶解、解体。现在一切都在衰退。过去的50年是这三个世纪中最令人惊奇的。早在2001年前后， Gasara 将在当年9月宣布。Gasara 是一个定义相应的交换所有现有的 3D 系统，以适应新的 5D 现实。通过工作和债务一直统治人类的神秘力量不想接受 3D 的终结，因为他们无法抵抗新的更高频率。即使这是一个普遍的计划，一些人类的行动可能会促进或延迟这些处理程序，因为一切都是能量。为什么在2001年9月采取报复行动？你们都知道九斜线十亿的后果。然而，由于集体意识的扩展，地球时间线在2010年发生了改变。除了世界末日的时间线，一个新的、更柔软、更少痛苦的时间线被引入。这个时间线在这个转换结束之前是有效的。到2050年，旧地球将不复存在。在这最后的50年里，创造了一个25年的时间窗口。这个窗口从2012年开始，当时地球完全进入了光子带的伽马光，一直持续到2037年。这个窗口定义了最后的转换，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转换，最终发生和结束的时间。然而，现在通过更高的管道得到的最新资讯表明，最不可思议的年份将出现在2020年到2026年之间。所以，坚持住。我们在飓风中心，即使感知仍然有些迟钝，也没有办法不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尤其是还将发生的事情。头脑，即使仍然有限，将不得不支援新的，因为没有办法提升到新地球而不经历和理解新的实相。
休眠的意识将会有更大的影响，因为新现实的改变将会震惊那些不想醒来的人。就在最近一次传书会议上说道，从现在开始，地球上不会再有任何 3D 的东西继续震动了。当然，不会是今天或明天，那些在 3D 世界中继续震动的化身灵魂将离开地球，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事实的概念，并理解他们将没有多少时间了。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现在去世的人都将离开地球。我们必须明白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计划，它决定了一个人必须投生多久才能实现它。当时间到来时，灵魂就会脱离肉体化身，并返回到星体世界。如果它是在新地球的频率，它将在稍后返回这里。那些不在频率中的人将被带到与他们灵魂频率一致的第三维度行星。今天的资讯也希望给那些担心未来的人带来一些鼓励。我们之前已经说过，隧道尽头的光已经可以看到了。我们仍然有三个难以置信的年头在前面，但他们将是这三个世纪中最具决定性的，如前所述。回想一下，宇宙没有日历，因为它根本没有时间。但是作为一个参数，我们必须在我们对线性时间的感知范围内平行事物，这样比较起来就容易多了。第三维度很快就会永远消失，我们看到的所有混乱不过是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的旧能量。人们依附于 3D 物质的幻觉、有限性和恐惧，从现在开始将面临更多的困难。那些知道我们是一个不朽的灵魂，并且现在有机会最终提升到更高频率的人，将会越来越多的感到一个时期即将结束的解脱。不要踏入那已不复存在的戏剧中，不要执着于旧的信仰，不要在意，物质主义者的时代已不复存在，时间现在属于灵性人，现在竞争的时间也消失了，只有合作才能蓬勃发展，因为在 5D 世界中，一切都将不复从前。旧的 3D 就像春天早晨阳光下的薄雾一样消失了。派对，你正在进入的次元传送门将带你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更好的世界。我是维塔尔·弗罗西，我的使命是启迪和实力。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Thank you.
Thank you.